下面这一句，闭塞诸我道，啊，我道，地持经里面说的，成我行往，名为我道。地持经上说的，成我行往，我行。无你是我，他干这些事情啊。下面解释，念了解释，即成我行而往之道路，这叫我道。啊，我道有三：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啊，上面呢，这三个叫三卧区。也有人加入修罗，那就是四卧区。地狱，嗔恚心中，这贪嗔痴啊。恶鬼，贪心。贪心膨胀，没有底线的，什么都贪了，贪财、贪名、贪色、贪权位，啊，贪心重的，魔鬼道；嗔恚心重的。我们常讲怨恨恼怒烦，这五个字都是属于地狱的。那这种人有没有呢？有很多，你冷眼去观察中国外国，到处都能看到。啊，畜生是愚痴，三卧道的业因，贪嗔痴啊！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，贪嗔痴必须放下。为什么？不放下了，来生就到这去了。这个三卧道，时间都很长，很不容易出来。啊，那畜生道是不是我们看到的畜生好像寿命很短了、啊、经典上告诉我畜生道是论次数的，啊，你变成一只狗了要做多少次，啊，做几十次、几百次、几千次、几万次，那个麻烦可就大了。不是一世他就投胎了，不是的。啊，论次数的。啊，鬼的寿命就长。地狱就更不必说了，啊，三卧道决定去不得，所以贪嗔痴慢疑要断。怎么个断法？要真正修复，把方向目标改换。我们专求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专求亲近阿弥陀佛，只有这一念
除这一念之外，其他念头全放下。就能够闭塞诸我道了。那三善道里头有天道、人道、修罗道。啊，有人把修罗也算作我道，那就变成四我道。啊，修罗怎么成就的？功高我慢。啊，好跟人争，人竞争、斗争，他喜欢搞这一套。啊，乐此不疲，总希望自己胜过别人。啊，别人有些比他强的，他不甘心。啊，所以修罗虽然是善道，在人天。死了以后啊，堕卧道的机会特别多。那他一生卧度善少啊，啊，所以再往前面看呢，他就堕卧道去了。闭是关闭，跟色的意思。相同，闭塞也是相同。啊，令诸众生免除堕入三恶道，或者是四恶道的这恶难了。啊，是为闭塞诸恶道的初解。会疏里头更清一解，他说六道都是恶道。那书上说，书云：“六道在流转所由啊，故因我也。”这就是它轮回。六道轮回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决定在卧道的时间长，在善道的时间短。怎么知道？只要我们冷心、冷静，审查一下，自然就明白了。我们今天一天从早到晚。起心动念是恶念多还是善念多，就知道了。凡是为自己的都是恶念，凡是利益众生的是善念。我这一天从早到晚几个念头是利益众生的，那几个念头是利益自己的，不就明白了吗？啊，先看自己，再看别人，然后拿佛经对照的比一比看，就明白了。为自己想的念头太多了，为别人是偶尔想起。不是自自然然起的念头，为自己是很自然起念头。啊，所以自利的念头众多，这就是六道轮回。啊，利他，念念利他。这是人天两道啊。
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